看看，哇，庆恩呐！电浆实验让人啧啧称奇，还有一根铝棒借由规律摩擦，能够发出奇特的声音。这借由铝原子的震动来产生出声音。二维柱坡是什么？密密麻麻的文字叙述可能记不住，简单的铁丝圈加上肥皂水就能够解释。这样是一个柱坡，那如果动快一点的话是会是两个。那中间比较凹下去的是节点，我觉得这样子比在学校上课还来得好，因为你可以自己实做。我觉得他们很用心啊，因为像这个都是自己随地取材去做的，对，这样而且我觉得也蛮贴近生活。生活物理演示活动首度移师到中部，23所学校上千位学生担任解说员，和民众分享物理真的好好玩。大爱新闻郭玲廖学信台中报道。